两年的时间，他也还了两年的运费，就是50块、50块的两年。第三年他才来，我要求他赌出来不来，他现在是我的徒弟了。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他不来？我也不知道吧。你来都可以，打死我，打不过输的还你。打得打不过以后，以我的招数全部交给他。他自冲作价都是给的，我就跟他讲要好像螃蟹的。喂，来，小潘，你给你们说好了嘞，是否一个给你啊？体重他是怎样的？当初给我斤八斤的乖，当初是130斤啊。输你了。有啊，我现在应该是七幺的人了。我在台北跑的时候是跑在西边，刚蒙手动，那个山不是很。